亲儿亲，好消息报。张火多了斋亭，再一探。啊，张火得了斋亭，我去红枫叶报。细臣乃是空臣，再探。啊，先生，细臣既是空臣，正好多谢众将官。兵发西城，去山地要请司马懿。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在此一事，本上哪位听事？做什么的？烦老通禀，信徒人求见。候着。是。齐丞相，信徒人求见。传。是。丞相传，随我进来。是。参见丞相。罢了。奉何人所差？奉王将军所差，地理图呈上。呈上来，站得开。是。臣要找老将军回应，不得有我，快去快去。得令。啊啊，好大胆的马谡啊，临行怎样知府于你？靠山景水，安营扎寨，怎么不听我言，偏偏在山上扎营？大略加一听，难保。马谡王庭失守加一亭，再探。啊，
俺把家也停，是什么了？虽然马谡失守家一庭，乃知国之罪也。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再谈啊。司马懿居然带兵夺取西城，来也了。曾记得先帝也不得成托孤之事，引导我马谡引国其事，终无大用，为不听先帝之言，日今悔之万一。司马懿的兵马来得好快呀！人言司马用兵日盛，今日一见，令人可敬呐，令人可服。陈兵将俱被老夫调遣在外，所剩者俱是些老弱残兵。司马兵道难道叫我束手被擒？可束手被擒？军门觐见。老军门觐见。来了。四大兵到，心惊肉跳。丞相有何吩咐？尔等俱是西城的老君么？
臣是。命尔等将四门大开，大嫂加油道，司马兵道，不可惊慌佛躁，为令这战是。丞相吩咐我，准死不能活。走吧。来，有带了邀请把我见，跌楼曲折。是哎，天哪，是心败，就在这狂阿臣一击
要叫我难哪一条鱼，我说伙计，咱们丞相老糊涂了，怎么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勘探江阴城下，丞相不加防范，反叫四门大开，打扫街道，这是怎么个用兵之道啊？这个呀，就是叫咱们送死大臣。大臣将挡水来土屯，司马懿统领大兵夺取西城，就该四门紧闭的才是，您反叫四门大开，洒扫街道，小人们是担惊害怕呀。小人们担心，我乃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呀。这西城攻汉中乃咽喉之要路，您可得打个准主意才好啊。打个准主意呀、啊。
来了来喽。规矩，待我宣传一令，众将和官要听我一令。嗯，啊，
Come on.
下的天官计，西风对愁一波安平。怕苏某少才能，而来是将帅不和是家贫，你连得我三尘，多叫我心叹而无言，又夺我下臣，只过两在地楼把家登登候了司马道此谈啊谈谈谈西西沉的街道打扫我进预备着司马好吞的兵只过两我有别进到预备下羊羔美酒讨上你的三军到此就该把臣进为什么有意不定进退两难为的是火情左右我情同人两国我是有有埋伏有有兵你不要胡思乱想心不定来来来上尘来趁此机会杀进城去活捉那孔明呸小小年纪晓得什么那诸葛亮出世以来从不弄闲你我父子若杀进城去必被他擒后队改为前队人马倒退四十里收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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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待我识破于他诸葛亮啊孔明你这条诡计只好瞒哄他人焉能瞒过老夫想老夫有图兵师深通战策焉能中你的诡计时辰也罢恐辰也罢老夫我拿定主意
不信你的臣，你期待我何？停了，停了，来呀，来呀，哎，回来，回来，哎，回来，回来，哎，走了。启丞相，司马大兵三官失礼。行走有空复还，老将军速速抵挡一阵，他领大摇马在深山禽兽园，蛟龙得水又复还，贤哪、啊、老夫照办。哎呀，兵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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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功臣，难道那赵云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且听探马一报。报。戏称实是空城。那赵云从何处而来？也流城而来。知过两个年，逃回汉中去了。再一探。哎呀，知过两啊，知过两，你的胆特大了。司马懿呀、啊，司马懿，你的胆也特小了。本当再去夺取，有恐中了他人耳计。看将起来，司马用兵，不日两夜，众相官又收兵。啊。